这左右的对方向不见得每个牌都不一样，因为有的人他设计的情形，他是说我往前推，好、哦、往前推，他是往右，往这里打是往右的，我往前推，他是往左，往后拉是往右，那没有关系，那所以操作的人跟设计的不一样，好、哦，好，所以这就是。
听也是听，也拜拜哦，离婚来就有不知道吗？等一下我进去看。哎、欸，大门口出去，右手边红绿灯旁边那边就有一个民工。哦，我看他这边搞，他去拜拜，黄牛有问。好，我们再把车回去。好，那么大家去，几几个人来管？您大家去，他可以就是完全没有。在水井中开下去的话，它会紧急刹车。哦，那刹车是怎么会？因为它会左，因为你左脚不放刹车不会，它刹车可以好行，但是你拍是没有电，但是车子它惯性电力它才会滑行。哦，这个我没试过，哦，这个是我没试过，但是应该正常，你就知道是会这样子。等一下我们试看，不要了哈。好、哦，刚刚讲是一个说。就好了，反正你们都是。